只有光属性成员哦。光属性成员的话，光有什么？三藏好了，三藏是七星的样子。好，三藏，啊这边老样子带个一金合体，然后光人用光哦，用光族好了，光族。啊，我用这种光族好了，这只我有刷满。哦，对，带入最后一关就被锁技攻，可以用那个啦，可以用那个风帽，可是你带风帽的话就等于说少一只。人魔神还有一只兽还是龙，用科雷好了，增高血量。木北欧三鹤三龟耳木妹会过吗？这样倍率不太够用了。风帽是妖精类吗？我记得是妖精啊。来试一看三藏队。合体带哦，合体带错了哦哦，对耶，天哪，谢谢你们提醒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三藏队哈。三藏队的话应该会稍微轻松一点啦，我觉得。哎，等一下不行，我不能这样带。我突然想起来有一关那个，有一关超高仿，所以我还是带个大圣好了。然后我们把大圣转回来。所以这样是几个成员啊？魔神人。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，只有哎、欸，那不行，一金合体不行，这样只有三个种族而已，哇，差点出包。那我想一下哦，龙好了，龙，科雷，啊，这只魔要换什么好呢？魔有什么成员？毛妹好像不错、啊，毛妹好了 ，OK， 就决定用这队了。都要破防，我差点忘记要破防了。噔噔，好，来解一个玄光成就。天上精英中心不收垃圾，好，我们选这个好，消除腐蚀。这样是神魔龙人 ，OK， 有四种子。哦，对了，白虎也是可以的。坐等用平民队伍，这关很难平民啦，我觉得。我们第一关先扯个技能。一个西康，好，忘了指定了。好，先扯个技能，复活了。先开，我觉得应该是不用开了，因为我有点害怕带不太走，不知道这样走可以。带走了，代表是什么啊？是竞技场的新卡片，叫辉夜姬。十点半要收 QQ 哦，天降两束光啊！直接带走。好，接下来这边我们开，好像全部都有，整个火珠，然后把冰冻珠消一消。直接破防，500万的防御哈，其实这边要硬破也是可以啊，主要是后面那关。明天要补课还是记得来看台，哎、欸，感谢。哇，好，这关四回合，其实三张回复力还不错啊，所以不用担心这边回不来。啊，小王猪不见了。回复力600多、哦，行动力完全恢复，好了，不用提醒我。有点危险了，应该回得来吧？应该是可以。有 combo， OK， 哦，这输出还蛮高的嘛，已经被减80%了，还可以这么高。木妹没前解会过吗？木妹没前解的话，就必须去拼那关的拼图。好，你开个三藏，还有开个主角好了，这关的风化珠消一消。好，没有转得很好，可是应该是可以带走。
明天补课挪到圆游会，好爽。光北三路路那啊没有奥丁呢。竞技场那只有，可是从头到尾只有尾王是魔族呢。我这边开毛妹。双处女行吗？可能会打很久，可是应该可以慢慢磨过。好，剩一只，啊，这边把技能全开了啦。因为毕竟下一关就把所有技能全部压下去了。四五，来看一下打一波爆发多少？哇，300多万吼！安安来迟了 ，Hello Hello。好，我们这边全部技能全部掉下去，附加消除，来整个技能，没关系，我们回复力够高。噔噔噔，我的天降完蛋了，哎呦，哦，完蛋了，好吧，我们这边天降直接把铁扇带走哈。现在就是要存技能。哦，手机。好，这边应该差不多了。开个三藏，再开个科雷。哇，怎么这么多？佐助不太够用啊，开毛妹好了。好，这样应该可以了。哦吼，啊，应该可以顺利带走。哦，这天降，哦，500多万，很够，都要明天要补课，好难哦，不是好难，好衰哦。好，这关是同属拼图盾哦，注意哦，是同属，所以一定要削到五颗木珠。我这边先绿一点木珠出来，五颗木珠有了，开大圣，然后绝对不要点到木珠，好，拼到那个拼图，好，这就可以了。进到了尾王，光队用博弈有办法吗？可能会打到想跳墙、想跳楼吧，我觉得。好，尾王，魔族技能被封锁了哈，所以我们这边开始跑呢。啊，我的科雷还没跳，糟糕，整个一扛好了。好啊，好，这边开三藏，开六族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怎么没有按住？好衰！手残，应该是可以顺利带走。接下来就看第二条血。好，我们一颗按住被冰起来了，带走了。第二血这边转水珠，我们直接开科雷，还是开毛妹，然后直接排。这个冰冻术把它隔开，开龙哥。哦，天降，再天降一组，来迟了吗？还好哎。哎。哦哦哦。好，25000应该是够用。光八路路路神灯能过吗？可以试试看。带走了，一只来到了600多万吼，这只尾王的血量很厚，有11300万的样子。开右足，你去面壁。嗯，好，我们这边就解完成就了吼，来看一下龙科的那个数值、欸。又送了一只魔像，那、啊、巨像是不会掉。晚安，想睡。晚安。来看一下龙科，新的龙科是这颗。啊，这颗龙科的数值其实非常非常好。首先是蓄能条件，它是消除腐蚀，然后模式又是硬照，这已经很强了。啊，接下来能力是提升20%，完全恢复血量跟四神减二，这很顶值的那个吼的数值，建议大家都可以去打一颗回来。啊，接下来就是换，看看要什么队伍来打打看喽。这关有什么鬼队伍可以打？
因为今天不能不算能开到太晚，大概十一点左右就要睡了。那就把队伍先拆一拆。啊，我用德鲁伊试试看好了，感觉这关用德鲁伊打起来 很刺激耶。可是德鲁伊会不会有一个问题啊？那个铁山公主那关会很痛苦。这颗吗？对，也是这颗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德鲁伊队好了。往前关可以开暗翼接轰掉吗？不行，因为你要破他的拼图盾才行。小丑木，不行。啊，德鲁伊队的暴力直接破防就好啦，对不对？我们连破防都不用带了。好，来试试看，我们试试看德鲁伊队好了。